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 s i n 跟 cosine 的话呢，它的微分是怎么算出来的？我们首先要先证明 s i n 的微分是 cosine。这同学都会问说，为什么 s i n 的微分是 cosine 呢？那我们的话呢，先把我们的微分的定义先写出来。微分的定义我们一定要熟悉。微分 f prime x 是什么呢？我们必须不能够忘记，这是我们最原始的定义。 它是切线斜率的算法。好，现在的话呢，我们已经知道了 f prime x 的话呢，它的算法了。它今天的 sin x 的微分怎么算呢？我们就这么说了，sin 的微分，好，微分一样的，我们一样也要带这样子的。 现在的话呢，问题是，我们要把这个函数改为 s i n 这个也是改成 s i n x。我们现在目前做到这个地方，我们要如何去突破呢？我们知道 sine a l p 加 beta 这个是和角公式，我们可不可以展开呢？来，我们展开看看。 这个极限仍然是保留着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现在我要开始进行的是展开的动作。sin 阿尔法，我们就直接写了 sin x cos delta x 加上 cos x sin delta x 减掉 sin x。 底下还是 delta x，好，这个地方已经展开了以后，我们现在的话呢，来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分割，怎么看呢？我们来看这边，这边有 sine，这边有 sine，我们把它合并起来。来，我们来猜一下，这个等于什么呢？来，我们来看啊，前面的话呢，我们这两个算式合并，sine 的话呢，提到前面去。 那这边是什么呢？还剩下什么？这个还剩下的是 delta x 分之 cosine delta x 减一。这是前半部，还有一个后半部 l i m i t 这边的话呢，我们是，我们这样写。 好，我们写到这边来，已经快要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。怎么说呢？各位同学，请看这个的话呢 d a t a x 趋近于零，这个是没有 d a t a x，我们就不用理它，我们就来看这个。这个前面我们曾经证明过，这个的话呢会趋近多少？会趋近于零。所以我们就不用毋庸置疑的，这个地方就是零。再来看这个呢？ 这个的话呢，是当 d e t a x 的话呢很小的时候，sin 很接近这个的话呢，sin 西塔会接近西塔，这两个是一样的，会接近一。于是的话呢，这边就答案是会接近多少呢？cosine x。好，那各位同学的话呢，我证明了 sin 的微分是 cosine x，那剩下的那一部分 cosine x 的微分是负 sin 的话呢，做法是完全一样。 跟这边完全一样，只是把这边 sine 的话呢改成 cosine 就可以，一样也是直接展开，一样可以得到我们一样的结果。那我们就证明到这边。